爱古威市长，怎么了？穿着小鸟装的丹尼在很高的天上，莱德他被两只老鹰抓住，老鹰带着他飞走了。如果他戴着头盔，那么他可能还在实况转播，让我看看。飞在天上的极限大胆鸟又开始最棒的高空冒险了，我们得去救他。没有太大的鸟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降落地太厉害了！哦，我懂了，特技迷们，最厉害的老鹰飞行教练，现在是想要教极限大胆鸟怎么飞啦！抱歉，大老鹰，还是飞不起来。哇哦！也谢谢你们拉我。我在飞了，丹尼以为他在飞，可是他只是在弹跳。你想办法警告他，可是他又听不到。我知道了，阿奇，用无人机把特务对讲机送去给丹尼。无人机，无人机送货，马上就到。酷哎，天外飞来只对讲机，等等再聊好吗？我的飞行课才上到一半而已。丹尼，不要乱动，等我们去救你。我现在不想飞了，救命啊！哇，翅膀，加油啊，快飞！现在开始，让我来飞就好了。谢谢你们的高飞救援，汪汪队。不用客气。只要你的极限飞行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